After World War II, Germany changed a bunch of laws. They changed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ountry, what you could hang, where you could hang it. They changed their national anthem. They felt that the national anthem was a national song that the Nazis used to inspire people to think the wrong things. 德国国歌的歌词真的是因为包含民族主义被改的吗？对德国国歌有很多误会。Das Lied der Deutschen, 又称 Deutschlandlied, 是一首在1841年创作的歌。诗人为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歌曲是 Joseph Haydn 在1797年谱曲的帝皇颂。历史背景是在1815年反对拿破仑的德意志解放战争之后，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当时有一个爱国者的运动叫 Deutsche Nationalbewegung， 希望德意志各个诸侯能够让全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而费劲着眼于自己独立的小邦。因为 von Fallersleben 也是爱国者，他在北海道与黑格兰上写了那首诗的歌词，包括代表我刚说的意思的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的词语。所以歌词的原来的意思也需要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理解。在1841年，在汉堡的 Jungfernstieg 就有首次演出，以后那首歌在德国越来越受欢迎。虽然德意志1848年的革命最后没有成功，但是现在德国国旗使用的黑红金三色和德意志之歌都是从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来的象征。在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从1922年开始 ，Das Deutschlandlied 首次成为德国国歌。在第三帝国继续有，但是只唱第一段，然后加上他们党歌叫 Horst Wessellied， 导致对 Deutschlandlied 有新的印象。二战后先没有国歌，导致在官方活动播放的歌很多，包括贝多芬的《欢乐颂》。在1949年德国基本法颁布后。议会理事会成员高唱 Ich hab mich ergeben。 德国总理 Konrad Adenauer 发现很快需要选择一首，然后和总统同意有事宣布的 Das Lied der Deutschen。 但是在官方活动只要唱第三段，在民主德国是 Auferstanden aus Ruinen。 德国同意之后，在1991年德国政府考虑以后的统一的德国的国歌是哪首，然后决定只有 Deutschlandlied 的第三段当官方国歌。当然在无国界活动三段都可以唱，而且到现在还有人认为第一段的歌词代表帝国主义，所以就认为不能唱。而在不同时期，这首歌的不同段称为官方国歌，因此可以说德国国歌的歌词不是因为包含民族主义被改。Host